高雄血库拉警报，为鼓励民众踊跃捐血，高雄捐血中心寄出了捐血送龙虾活动，只要捐250cc 就送龙虾一只。消息一出，有不少人一大早就前往排队卡位，原本限量200只，后来民众实在太踊跃了，现场再加码100只，期盼透过这次活动一次将血库补足。天才刚亮，学校外就出现长长排队人龙，大家都是要来捐出自己的一腔热血。16号到20号，20号以前都可以上车了。按照顺序一一叫号，大家拼早卡位。原来是只要捐血就能把龙虾带回家。你们是第一排第一个的吗？是，顺便运动，顺便来捐血，顺便拿龙虾。5点多准，坐捷运拿的捐血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吃龙虾。活动准点开始，在这之前，人潮就已经挤爆人行道，龙虾现捐现领，也让人员现场忙翻。高雄血库拉警报，为了鼓励民众捐血，高雄捐血中心27号选在小港区中山国中寄出，只要捐出250cc 就送一只龙虾，而原本限量200只，结果民众实在太热烈了，现场再加码100只。啊，200只不够，所以后面再加码100只。这龙虾一只平均5-6两重，由民间人士集资爱心赞助捐赠，就盼这回能够一次补足各血型血库。连续好雨，捐入的场次都比预期的低很多。比较小只的那个龙虾，不是说什么非常昂贵的啦，是希望说大家把焦点聚集在缺血这个方面。龙虾数量有限，不过送完也还有其余日常用品，也都很实用。只是这回送龙虾太吸睛，活动响应热烈，也意外受到关注。记者陈淳杰，上告诉我们的。